我现在到七宝这里了，我去七宝的那个华人万家去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看华人万家的这个超市的物价啊。七宝呢属于郊区的比较繁华的一个地区吧，属于闵行区比较繁华的一个地区。七宝比新庄还要繁华，比新庄还要就是人比较多一些。现在已经8点钟了，去看一下超市里面有没有打折呀。以前我就住在这附近啊，对这一块还是比较熟悉的。华人万家好久没来了，这边也重新装修了，很多店面呢，当时我们住在这时候的店面都改变了，每次来都不一样。进来了，这里又开了一家小桃园，然后这边你看有好几家店面啊关闭了，这个黄金倒没有关掉。然后这边你看，这边也有好多门面房啊也关掉了。以前这边都是做吃的，现在在做这个学而思培优，也只有商场里面做培训，对吧，才有的这个人气啊，很多都没人了。然后这里本来进去也是一个卖衣服的地方，但现在也没有了。二楼的它是卖衣服的，卖日用品的，我们不去了，我们就看这个吃的方面啊。一楼的话是吃的，二楼是卖衣服的日用品，我们就看一看吃的价格是怎么样子的。这里倒没有改变，这里还是做糕点的。看一下这边卖水果的，一般就是看水果啊，看水果的价格，菜的价格，肉的价格，对吧，看其他的也看不出来。看一下这个黄花菜，这黄花菜我们小的时候啊经常吃，因为我们家种了黄花菜。这黄花菜186千克，15.7块，59.8块一斤，还行吧，因为这个黄花菜摘起来比较麻烦啊，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。这个还挺好吃的，打汤呀，炒菜呀，炒肉呀，都好吃。有没有人喜欢吃这个黄花菜的？非常有营养啊。这个绿豆16.8块一斤，花生12.8块一斤，这个花生18.8块一斤。这个花生，这个应该是南方的花生，我们北方的花生是这个啊，榨油的花生。这边是苹果，红富士的苹果4.98块一斤，还行啊。这个是延安的苹果6.98块，这个是皇冠梨2.98块，这个还行哈。大枣9.8块一斤，延安的红富士9.98块一斤，蛇果6.98块，西瓜4.98块。这个在我们老家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吃啊，我们地里面经常会种，6.98块。哈密瓜是5.98块，火龙果6.98块，木瓜6.98块，还行啊，这个价格跟我们那边差不多。水蜜桃买3斤10块钱，8424西瓜2.28块，这个西瓜还行啊，这个挺好的，但是离我家还有一点点距离啊，我等一下还要再坐公交车。哎呀，我挺想吃的这个我觉得都不贵啊，跟我们住的那个郊区差不多的价格。这个李子是6.98块，红布林4.98块，哎，这个挺便宜的，我们那边好像卖6块多一斤。然后这个台上面放的西瓜又是3.8块一斤，刚刚几个小伙子然后拍了一下，他说我们老家才2毛钱一斤，然后就走了你看这个西瓜也是很早之前的吧，你看这个根蒂都已经干了，应该是很早了，最起码要一个星期了。我们以前买西瓜要看这个根蒂有没有枯萎，枯萎了就是时间久了。这边的是2.98块，哎，这边的还挺好的呀，这边的还新鲜一些，也是8424呀，2.98块。这里呢也是2.98块，这个还新鲜一些，这个不知道正不正宗啊，这个大小不均匀，刚刚那个卖3块多的啊，它是大小比较均匀，就比较圆比较好看，这个是有大有小。这种是超大西瓜2.98块，这个是，哎，这个西瓜我还是第一次见，有点发黄，这个外皮1.98块。这个是什么西瓜？15.98块啊，这个是黄色的。这边香蕉比较贵啊，4.98块，我们那边卖2.99块。看一下蔬菜，
1.98的大白菜，1.58的辣椒，蔬菜，这个蔬菜还行啊。生菜4.58啊，这个生菜比我们那边贵，这生菜在我们那边的话是1.99一斤。蔬菜都是3.多4.多啊，这个蔬菜比我们那边贵一些。洋葱2.38，我们那边才1.5。大蒜4.98，我们那边2.99啊，这个要比我们那边要贵一些。四季豆也贵，四季豆我们那边前几天才卖3.98，我前几天还买了一点。这个豆角呢，我们前几天买了2.9，这个是3.5啊，比我们那边要贵一些。西红柿6.88吗？西红柿要比我们那贵一些，我们那边2.58。番茄，这个是茄子，茄子好像还行。苦瓜还行，苦瓜2.58。这大萝卜1.28，大萝卜今年我没有晒萝卜干啊，以前这个萝卜只要卖3.8一斤，今年好像没有低于1。这个是鸡蛋，这个是品牌鸡蛋，要贵一些啊，26.8，15个。土豆1.68，我们那边土豆是卖9.9。哎呀，现在花生都有了，这个花生煮盐水花生特别好吃，8.58一斤。南瓜1.58一斤，这南瓜也贵，在我们那边好像卖9.9一斤吧，我也没吃。今年这不是今年的，这应该是去年的。这红薯我前几天在网上买的啊，6.8一斤。去那边的肉摊去看一下肉价，我们那边的肉价要便宜了，这边不知道便宜没有。其实这种桶装的，比如说这种牛奶什么的，其实都是统一价啊，上海基本上差不多。肉价我们去看一下肉类有往哪里啊，这个卖肉的吐了一口口水往外面，正好被我拍到了，上面都没有价格了。这里是品牌的土猪的，这个要贵一些，这也是品牌的。肉的价格没看出来啊，他把那个肉给收起来了，价格签也收起来了。那个大叔真的是往那个我走的那个位置吐了一颗口水。买了几个这个红布林啊，970千克，9.66。走了走了，回去了，回家了，现在已经8点钟了。你看这边的商场都已经撤柜了，生意也不好呀。很多人呢，年轻人呢，都是在网上买啊，现在团购买菜非常方便。在我们家那边啊，就是团购买菜非常非常方便。最近我都没有出去买菜，因为太热了啊，都是在网上买的。你看这边的门店都关掉了，也只有小孩子的然后吃的才会生意比较好。刚刚带大家去华人万家看了一下这个菜价啊，大家觉得贵吗？这个菜价的话还行啊，比我上一次在九光百货那里看的就是便宜多了，对吧？因为九光百货那个属于在市中心啊，又是一个进口超市，所以它那个价格就比较贵啊。像这个超市的话，你看它都是那个菜都是摆在那个台子上的，就随意挑选的，对吧？然后那个市中心的那个菜呢，它都是包装起来的，那包装呀、人工呀，对吧，都是费用，所以就会比较贵一些。然后这个呢，就像菜市场的价格一样，其实菜市场的价格可能比这个超市还要更便宜一些。好了，我现在坐公交车回家啦。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七宝的商业街，非常非常繁华啊。好，喜欢兰兰视频记得点击关注和分享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